将相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控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我们百老汇四少侠那可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改始绝路。你们两个还没睡啊？你都没睡，我俩哪敢睡啊？干啥去了？哼，出去走走，人家心情不好。哼，舌头差点给我烫掉，在家心情不好的干上来，咋的？谈对象失恋叫人踹了，你还心情不好？你这说嘛呢？老王，俺们可都看见了啊。哎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你看见嘛了？院皮跳了吗？我给你捣鼓捣鼓啊，你呀、啊、去找王栋，然后悄悄地给他传授思路，好让他在破案竞赛当中一举得胜，从而保住他接替掌门人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哼哼哼哼，老王啊，咱们可是名门正派，做事要光明磊落，你怎么能动这种心眼啊？不是你们俩这样有意思吗？一个个的内心太过复杂，我这心情不好啊，都是让你们俩气的。不是我俩气的呀，哎呀，那谁不老实，惹了我俩也没法睡觉吧？人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，咱俩这是风吹草动防老王啊！一有点动静，最不放心就是你拥啥呀？那就是多年来你积累的人品的体现。好，你既然说到这儿，从现在开始我就另开一个房间，也免得大家伙都睡不好觉。王福雷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别过来嘚瑟，蹬鼻子上脸。你另开个房间属于奢侈浪费，发票报不了。我有地儿报销。嗯，你属于转账了，你胆儿太大了，我高低查你。老李啊，
老王，这是躲开咱俩要有新的行动吧？把他背过来。哎呀，沉住气！沉啥住气？你不能在后边捣乱呢。不管他弄啥，没关系。咱俩呀，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。你这是大粪勺子快汤，你滥用词儿啊！搁这儿，怎么还变这么佛系了呢？然后跟踪他呀，让他螳螂在前，这么黄雀在后，多好玩呀！哇！消炎药别停啊！王掌门呢？这吓我这一跳、啊！至于的吗？看这意思有点心虚啊。瞧您说的，天生就胆小。啥事啊？给我开个房。哦，哎，三位长老不是已经开了吗？还开呀？给我单独开个房间。为什么呀？好抓风修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抓风修。哎。你看巧了，正好还剩最后一间，运气真好。我给你开个手续啊。哎，等等，就别写我的本名了，王一奇。啊，明白。那天铸剑的时候不都说了吗？要瞒着几位少侠。行了，别自以为是了，我那是好报效。手具，嗯，钥匙，好。你就把我弄醒，你守不守规矩啊？对不住了，仙仙。那王长老，您是想算姻缘，还是升迁，还是福寿？我呀，嘛都不算。我这不是求您点事儿吗？嗯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看我这儿啊，有一封信，麻烦您呢交给富贵山庄的王东。记住了，一定交给王栋本人。怎么样？那你不会自己去送吗？我是不是不太方便嘛？哎，你要答应的话，再加个鸡翅也行。嗯，那好吧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啊！哎，记住了，一定交给王栋本人啊。给我们的，对呀、啊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谁让你给我们的？这你就不用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的个娘啊！这小半仙儿给了燕琪一封信，这啥情况呀、啊？老李，你知道为啥不？哎呀，用来干嘛的呢？老王知不知道呢？
我这正在琢磨呢，这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好奇怪呀、啊！看，我这儿啊有一封信，麻烦您呢交给富贵山庄的王栋，记住了，一定交给王栋本人。怎么样？那你不会自己去送吗？我是不是不太方便吧？你要答应的话，再加个鸡翅也行。嗯，那好吧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啊！哎，记住了，一定交给王栋本人啊。小半仙儿。南宫昭王，你是想算姻缘，还是升迁，还是福寿？我啥都不算。我问你啊，那个老头刚才给你啥？鸡腿啊？不是鸡腿儿。若抓凤行物，现场卖老光。善意。他会不会说凤起舞就是卖老光啊？不会吧，都知道卖老光不是凤起舞。老王是想把卖老光当成重要的突破口。哎呀，你这个卖老光被这个凤起舞案给折腾的那么惨，这老王要跟王栋俩要一起再去折腾他，这爷俩那心肠咋这么硬？他有肠结石啊，他是啊。不对，老林啊，我觉得如果麦老光真是个重要的线索啊，咱要抓着凤起舞也是救他于水火呀。老哥，你别跟我兜弯子，你说你想咋整？小半仙呀，这封信啊你千万不能交给王栋，要给呀、啊、就给燕琪，中不中啊？本仙受人所托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小屁孩一天天的跟我俩，我你就是个假半仙。我告诉你啊，上次骗我那一只鸡，我没报案就算对得起你。我查明白了，你是个问题儿童，你要不听我们的话的话，你速加上学去，再给你报警课外班。哼，把信给我，脱了。麦小妍，嗯，你这干什么呢？我要训练武艺，精进我自己啊。干爹，嗯，自从我知道栋哥不是凤七舞以后，我整个人如获新生，干劲十足，你知道吧？干爹，你放心，要是让我再碰到那个贼汉子凤七舞，我就用这个小棍儿给他捅十八个窟窿。我又不是凤七舞，你拿棍子在我面前忽悠什么呀？我发现你啊，这一天天的就没个正事儿。那是不是你干干活？拿着，你把这桌子给我擦了。哎呦，我干什么活呀？你凭什么不干活啊？找到帮手了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我都没听说过。花了多少钱呢？我没有钱，一会儿要找你结。你怎么你这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说要。你看，这你们怎么来了？看着我干什么呀？麦老广，你看看这个吧。若抓凤七舞，先查麦老广。这是不是一种声东击西之计啊？麦老广，看了这几个字，
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不可能。你再好好想想。我又不是侦探。你想不出来没有关系，我替你想。多年前，江洋大盗凤栖梧爱上了麦嫂，但是麦嫂嫌弃他的贼身份，于是凤栖梧便隐姓埋名退隐江湖，以另一个人的名字混迹于世。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麦老广。写着纸人了吗？干爹，这上面写你是凤栖梧了吗？对啊，我是凤栖梧吗？你当然不是了，这是我瞎编的呀。没玩呢，你这说什么？哎呀，那你说，行，你这一天天的，你拿个过来。但是麦老广，你可以告诉麦嫂，你就是凤栖梧。哦，用冒名顶替的方法刺激凤栖梧出来。没错。高也不成。哎，为什么呀干爹，你又不是真的凤栖梧，你害怕什么呀？也不是，你们都应该知道啊，上回曹保正查封我饭团的时候，我都帮过一次凤栖梧了，不是不好使吗？哎，上次办得太随意了，可信度不高，这次通过我们对凤栖梧的了解，把你办得稍微好一点儿。没错，假的斗真不了。你放心，这只是技术上的问题，到时候呢我们再帮你搞个策划，出个方案，弄身行头，大家帮你排练排练，绝对没问题。那也不成，这凤栖梧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他是江洋大盗啊，是个坏人呢，打死我也不想跟他扯上半点关系呀。你们都别为难我了，成不成？麦老广，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如果你让麦嫂相信你就是凤栖梧，她是不是就不会跟你离婚了啊？而我们呢，我们又相信通过这个办法一定可以把凤栖梧给引出来，到时候凤栖梧只要一现身，麦嫂归你，凤栖梧归我们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完美。啊，如果我将计就计，让我的崔韵相信我是凤栖梧，那这样我们俩就可以重归于好了。至于他们到底能不能够破案，我才懒得管。哎呀，麦老广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可是在冷特使的授权下查，你要是不配合我们，我们可以抓你。没错。哎呀，那都按你们说的办吧。凤栖梧交给你们之前，先让我在他身上戳十八个窟窿。没问题，就有你这么想。哇，你们这么好的计谋，怎么能没有我呢？玉玲珑，你还好意思来？怎么了？上次你搅局搞得我们坐牢，你怎么还来呢？上回那是条件没谈合适，我不能让你们赢。其实，如果我们重新谈个合适的条件，我还是会尽心尽力的帮助你们的。哼，做梦吧你！什么条件啊？若是我跟你一块抓到了凤栖梧、林太平，就得跟我成亲。不可能，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计划了，用不着你。你们打造凤栖梧不需要银子吗？哎，有了玉玲珑帮忙，我们破案花钱就有地方报销啦。哦，对哦，对对对，我忘记查了，对，真是让人紧张的。醒醒，哎，干嘛呢？你们这一个个的见利忘义，把我都忘了，还是朋友吗？我今天还把这话撂这儿，这个团队有玉玲珑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他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
太平不愿意，那我们这事儿可能就很难办，很难办。小杰，咱去帮王栋吧，咱把林公子的计划告诉他，再资助他破案，让他赢。到时候林公子还不是得乖乖回来？走，赶紧走，好走，走。行行行，林龙，你给我一句话的时间，一句话。太平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我们呢，既需要玉玲珑保密，又需要他的经费，所以你就勉为其难的，你看一看，你看知道你为难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对呀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哈哈，你们就需要他，不需要我是吧？行，随你们便，你们自己做主意啊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太平，你听我们解释。太平。欢迎加入，合作愉快。太好了，金妹的事儿，完犊子，又一次完美的完犊子，出局了。哎呀，老令啊，演棋怎么改呢？都是为了破案，对吧？不过你放心，玉玲珑也是你亲骗了儿媳妇，她帮忙破案，不也成就了太平这孩子吗？那不对，那如此这般的话，我们家太平参与感就没法体现得淋漓尽致了。重要是破案抓贼，不能让文科生赢，参与感不重要。真是一齐萝卜一齐菜，谁的孩子谁不爱呀、啊？老王啊，你说这谢姓的幕后高人到底是啥意思嘞？啊，这我哪知道啊？那你真的，你就帮着评判一下了。你说咱们这帮孩子思路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就不好说了，也可能人家幕后搞人思路是正确的，可谁知道孩子们领悟错了。那到底是啥意思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不好说。干娘，凤七无来了，凤七无来了。什么？凤七无？在哪儿啊？在那儿。包天胆大妄为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竟然出现在我卖妓饭庄的后院，出现在我干娘的卧房里，你也不怕官府把你给抓了啊？翠云，跟我走。
你也知道我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他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清啊。反正没按导演要求来。提醒提醒他，省得他到时候穿帮了。我就是想让他到凤是哟呵，这是戏曲三花脸加米高基菌。行个什么呀？我叫哎，我来哎，可以叫我小事长无情走，但是大义义于是。现在我就是你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猜猜我是谁？瞅你那德行，梅老虎！你再好好想想，我到底是谁？马成辉我都认识你，我让你抓，让你骗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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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媳妇儿，我真的是凤起舞啊！我，你以为你换了身廉价的不灵不灵的破校服，你就是凤起舞了？我认识你八年了，你什么臭德行我还不知道？马成辉我都认识你，快说，其他人在哪儿？都出来！啊，就刚刚带我漂移那个，就你那破驾驶技术，就你还漂移呢？其他帮凶呢？人在哪儿呢？媳妇儿，咱能不能你先相信我，回去我再跟你说。回头你再继续跟我装是吧？那几个帮凶呢？随远。人呢？随远，随远。我出来。没人。我操！我呀，这。嘘，这儿呢。哎呀，这麦老广演不好，你们还怪我？你们几个，吃饱了撑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再敢忽悠麦老广瞎胡闹，小心我跟你们没完。别在这儿揪人现眼了，回家。走，跟我出去，出去！哎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自己演技差怪我们合理吗？呀呵，我不怪你，我还怪我自己个儿啊！切，姑奶奶出钱又出力的，你还好心当驴肝肺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着？想动手是不是？来，打！你打！麦老广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再这个态度，我们可就报官，对不对？我猜着了，你不就想报官吗？来，让官差把我抓走，来，你让他评评，小样到底谁有错？小样，管管你爹！哎呀，你们几个猪队友，亏我还相信你们。把我爹交给你们折腾，没有这个金刚钻不要了，这个瓷器活呀！哎呀，麦小杨，你们这群啊！哎呀呀，不是，走了，吃饭了，帮你们辛苦了，帮你们啊！再这样的话，你们这饭馆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你爱来不来？你们也没什么钱，真是这一天天的，切。虽说受了高人指点，但是自己没有慧根也不行啊。哼，歇心之人，饱蹭火心，故意害人吧。也不无可能啊。别让我有机会报复他。你拿这个住客登记簿干什么呀？我跟栋哥说好了，我要帮他破案。这是咱们店近半年的住客名单，我们要查一查有没有一丝凤起舞的住客。什么？还怎么又是凤起舞啊？啊，这事儿还有完没完呀？不许去，你给我拿过来。我这是为了你好。你为麦小杨，看住客登记簿，查出什么来呀？你说这王董啊，这是黔驴技穷了。老李呀，
这孩子怎么越长越笨了？这随谁呀？说啥？懂不懂尊重？一点薄命都不给留。那至少，这孩子他度量增长了。你看家上次叫苗小样给害成那样。我们小洞洞这大侄子，不计之数。来笑死我了。那学习的榜样的，哎，不累啊？你说那个幕后高手，你都这一点了，你还不出来给指点指点？发信息也行，我就往他心里。哎呀，看来这高人没多高啊。我结账去。结吧。我若是以凤起屋的身份夜闯山庄，假装无意之下遗失了麦地的钥匙，王栋必然会联想到凤起屋跟麦老广之间的联系，就不会在那没用的住客登记簿上费劲。谢谢您吃好很好啊，需要啥就说话啊。牛脸老王去哪儿了？他不应该叫王富雷，他应该叫牛脸梅。啊，二位这是谁跟谁呀？早啊！老王啊，你这大晚上来道早安，这是啥画风啊？哈哈，我这不是出来转转吗？你这哪是转转的，你这分明搁这坐坐的。你们俩这是干嘛去啊？我们二位干啥去？我俩好像是转转。也应该是转转。哦，转转吧。突然我又想坐坐了。那就随心来吧。老王，你最近是不是操心太多啊？你没休息好啊？哎，六神无主啊，肾气得补。你俩才身不守舍呢。得扶老啊。我不用你们俩陪，你们不是转转吗？好。那就不耽误你了，我们就去转转，走。
我们是用腿转，你用屁转是什么意思？走好，好走，保重，保重。我就不信假扮凤喜屋再给王栋留下卖老广的钥匙，他还能不调查卖老广？栋哥，你要查凤七吴为什么要翻我们饭庄的住客登记簿啊？凤七吴为麦嫂而来，麦嫂就在饭庄，燕七和冷特使也经常就在饭庄互相打探消息。凤七吴要对所有人的行动了如指掌，就必然出现在饭庄。看来没有当爹的指点，你还在那抓瞎。我把临时住一两天的客人都排除了。这些常住客身形也不像，怎么看都不是凤七吴。那这个凤七吴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近麦嫂？红姐，你的脑子不要总钻牛角尖，你可以学会逆向思维，于最不可能之处寻找可能。比如呢？比如最没有嫌疑的就有可能是最可疑的人。比如呢？比如你凭什么说凤七吴就一定会假扮成住客呀？那他也有可能是什么别的身份呀，对不对？比如呢？比如我爹卖老广，他就有可能是凤七吴。卖老广就是凤七吴，这似乎一切都说得通啊。这算找着方向了，看来老夫不用出马了。你看栋哥也支持我吧。小丫儿，现在不是你争强好胜的时候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在说你爹是凤七吴。至少我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路，对不对？你能吗？你能，那你认输了吧。没想到吧，你不行吧。不行，我这就去找朝三儿，查查麦老广的户籍资料，若是有漏洞或含糊不清，我就盯着麦老广查下去。若麦老广就是凤七吴，这事儿可就麻烦大了。不惊慌不惊慌呀。王东，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身份极其可疑的人，就是这个。还是让老夫给他们钥匙吧。凤七吴，你毁灭证据！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抓你就行。小心暗器。那就随心来吧。老王，你最近是不是操心太多啊？你没休息好啊？哎，六神无主啊，肾气得补。凤七吴，可逮着你了！抓着他，哪里疼？咱俩走大门，肚子。哦，快追！别追了，这凤七吴要逃，哪是你们追得上的？让凤七吴给跑了，指定猫哪儿的这个贼啊！奇怪，他来山庄干什么呀？嗯，我估计啊，他是看栋哥在调查饭庄的客户信息，他要销毁证据。好事儿啊！什么意思呀？刚才我差点怀疑麦老广就是凤七吴了。而现在这个真的凤七吴给我留下了线索。这凤七吴把住客登记簿都毁成这样了，还有什么线索呀？他为什么会毁它？是因为这里边有他害怕我们知道的秘密。红颜，你刚才说谁可以来着？一个叫王一奇的人。王一奇？行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等等，这什么呀？钥匙。麦
麦记饭庄。麦记饭庄的钥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刚刚凤栖梧是不是从这儿走的？对啊。难不成是他掉的？凤栖梧怎么会有麦老广的钥匙？记不记得那张资料？啊，记得。若抓凤栖梧，先查麦老广。啊，怎么了？今天捡到钥匙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告诉王东。你们吓死谁呀？谁吓谁呀？这你们俩不是转去了吗？这这么快梦游就结束了？转回来了。哦。哎，蕾蕾，山庄咋的了？是不是高人又给燕七指点迷津了？好像是一串也是啊。你说这麦老广也是跟凤栖梧有啥关系了呀？谁当了？俩人用一个呗，不一体两户，邻居。我觉得是麦老广找凤栖梧配过女儿时。哎呀，你别就先白活了，猜啥猜？有不明白的直接问我们小诸葛雷雷。你问谁呀？你问我问得着吗？有本事你问别人去。你挺聪明的嘛，你自己悟吧你啊！你躲开。你站着。喷完就想走是吧？这家梨花带雨想干啥？脾气还暴躁上呢，跟谁似的你？拿什么玩意儿，各位？拿葫芦啊？管得着吗？去啊！我看你，看有吗？抠搜！你管着？呀呀呀呀！小燕，再拧他拧他，你别造势了！再拧他的，这家这点不道，这家伙夹夹的。哦，约是在燕七手里了，透功高手了。哇哈哈！不对呀、啊，还算我们家太平一份呢，妥妥的。